登场。哇，这游戏不用玩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拜拜。上周挑战已经结束了，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这次的活动卡是什么。其实我已经知道了，粉面船长这个卡是海盗流的必备卡之一，我肯定要弄四张的，实在不行就得花钻石弄啊，嘿嘿，我可一直留着呢。第一天的挑战希望不要太难呀。当我说出这句话，大家应该猜到结局了，卡组就是宠物流系列。但是我一整局都没有抽到猫夫人，特别是这个松鼠牧人基本上是废掉了，他压根就没有坚果莓果，开局直接就把我的胆小猫干掉了。两个优酷百合，就算是头猪也变成神了，何况他还有双重打击，我真的会谢吧，没有意外的输掉了。对了，这次的翻倍英雄是不死女妖、猛兽和有脑，没什么办法，我只能临时组一套了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这个系列的卡我们有很多，所以很杂，那就来吧。本期对手是41级的霸王大嘴花，抽卡前期我们肯定是劣势的，只能看后面有没有希望了。超能卡是蒸发，上来就是一个豌豆帮，别看我啥办法也没有，不过第二回合没出，那他的手牌就很有问题了，可以用灭绝事件，但是没必要，两点攻击不痛不痒，加点脑子更好。这回合宇宙科学家能不能给点好东西啊？哇，传送僵尸 ！Oh my god！ 你要这么给力，我可就不困了。来一口，减他一级，顺便回点血，这波很赚。传送僵尸这里打出去，我还是挺慌的。不知道他手里有没有石碑藤，结果他没出，那就不要怪我了。秘密特工换回来，然后我再打出去，嘿嘿，不仅能补充卡组，还能升级中子小鬼。僵尸无人机有传送僵尸，可以不着急放。哇，不会一龙，不会一手的高费吧？中子小鬼有了，僵尸无人机就能提高上限了。越打越强，nice。这里有很多方案，辣椒博士，我懂了，不是他没有低费卡，而是他想一回合成型，让我没有反抗能力。我本来想打保守一点，蒸发干掉芦荟翼龙，然后思考时看能不能摇到厉害的超能卡。结果我一想，反正都要赌，那不如直接斜月。我当时直接就震惊了，这游戏现在是这样的吗？直接投了，如果是我肯定也投了，这还玩个毛线啊，都是血妖，生命值贼高，哈哈哈，顺利拿下。那么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话不要忘记支持一下哦。